们在西海的沙岸这边，我们会想象得到。当我们在西海岸的沙岸，因为上潮就会有好几公沙面拍的。现在这边的风口浪一来，很多人都认为说这边风口浪到底怎么产生的？啊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那有些人讲说它是有内波的现象。像我们在量的水，人送的水通过进来以后，这么进来有通过的这些，都会有这边的线。